娱乐转圈圈，明星快报报。大家好，我是祥子。相信很多小伙伴都有发现，这几年关于家庭教育的剧还挺多的吧。其实这种现实主义的剧一直都是挺多的，不过想要拍好而且引起大家的认同也不是那么简单的，毕竟内容都太沉重了。像是小别离、小欢喜，应该是有很多小伙伴看过的吧。这两部剧播出后瞬间就引起了很多人的热议，当然剧中的主演也都再次大红了一把。其实小别离、小欢喜算是一个系列的，讲的都是关于孩子的教育，而出品这两部剧的公司如今又推出了一部姐妹篇，这部剧就叫做小舍的，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系列的呢。这部剧早早的就已经杀青了，据爆料该剧将会在今年的四月份播出，还是挺值得期待的。又一家庭教育剧来袭，小舍的根据卢影公的同名小说改编，之前的小别离讲的是初中升高中的事，小欢喜讲的是高考的事，而小舍的讲的则是小学升初中的事。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，但现在的压力确实是越来越大了，就连小升初都是个很严肃而且很困难的事了。该剧讲述的是女主南丽为女儿欢欢的成绩下降而焦虑，意识到补习的必要性，从此欢欢踏上了辛苦的补习之路。整个家庭围绕欢欢的小升初，经历了很多大小事故后，南丽和夏君山终于幡然醒悟，决定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的故事。主演阵容清一色实力派，饰演主角夫妻的是宋佳和佟大为，他们两人确实是非常适合出演这样的角色呢，毕竟他们的年龄就是刚刚好的，而且也都是实力派演员，之前也都出演过爸爸的角色，让他们来演，观众们也都是特别放心的。像宋佳娜可是妥妥的事后呢，拿到过很多奖项的，像是闯关东、赤壁悬崖、小儿难养、拆弹专家、建军大业等等，他演的剧基本都是正剧，可以说看到宋佳就看到质量的保障了。第二对夫妻则是李佳航和蒋欣出演的，这两人的搭配倒是挺让人意外的，不过他们也都是实力派。虽然说李佳航是演喜剧《爱情公寓》被大家得知的，但他其他的角色也都很不错，之前在《外科风云》中就有很好的表现，从预告片来看李佳航演的也是特别的好，不得不说还真的挺期待他这次不同的表演的。至于蒋欣，这几年也演过各种各样的剧，像这种现实类型的剧他也是早早的就演过了，不同于以往风情万种的扮相，他这次在剧中留着短发，整个人都显得干练很多，很有潜力成为爆款剧。除此之外，该剧还有一位真正的老戏骨，他就是张国立。张国立为大家带来过太多的好剧了，就不用多说了，毕竟大家都认可他，以他德高望重的地位出演这样的剧，大家也都是可以放心的。他这次演的是外公一角，虽然三世同堂，不过两位女儿针锋相对，也是有很多难以结局的烦恼。从预告来看确实是挺精彩的，两对夫妻虽然刚开始逼迫孩子，但是到最后也都有反省。这样的家庭剧最重要的不是圆满的结局，而是能够发人深省，这样才叫一部成功的教育剧呢。这部剧的幕后制作团队也是很不错的，该剧的导演是三十而已的导演张小波，小欢喜、小别离系列金牌制片人徐小欧也加盟了，看来从质量上大家确实不用担心了，想必又会和小欢喜一样是一部爆款剧哦。不知道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在评论发表自己的看法，和小编一起讨论哦。这篇报告完了，顺手点个赞，都是对我很大的支持，谢谢。